家好，这里是 Top 音乐，我是安小妹。这首皇后乐队的 We Will Rock You 已经成为了体育界最著名的音乐之一。当全场观众随着鼓点整齐地拍打出节奏，隔着屏幕啊都能感受到那无与伦比的震撼。多少人都因为这首歌由路转为粉，这首歌火到百事可乐都来蹭热度了。在2004年，百事可乐邀请了布兰妮、碧昂斯、Pink 和安利奎等明星来拍 We Will Rock You 的 MV 广告。这创意是不是打架不如跳舞，竞技场不如演唱会呢？泉水公司不服了，他们翻拍了一版学生版的 We Will Rock You MV， 这也太励志了。这首歌的魅力啊，连教室都不放过。老师好好讲着课，突然这位同学开始拍起 We Will Rock You 的节奏，摇滚界最著名的歌也能这么玩，韩小妹我真的是大开眼界。这里是 Top 音乐，每天给你们分享好听的歌曲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点击关注哦。我是韩小妹，明天见，拜拜。